在家。这一双超级好穿的哦，而且它真的很软，版型是正常的哦。然后可以看到它的这个，我们家的这鞋子啊，质感都很好，鞋底呢都是直滑的。好，可以看我们这个地板是这种很滑的那种，它就是做一个侧拉链设计，让你好穿脱，好穿脱。然后它整个就是脚板比较有肉、比较宽的人穿，其实也是很舒适的。因为我自己的脚板是比较肉型的，但穿上脚呢都不会不舒服。然后绑带设计，你可以先调整好你要的紧度，脚背的紧度，调好之后以后穿脱就是拉拉链就好了。然后很美的地方是旁边有个饰扣，这饰扣是造型的设计，很好看。少了这个我就觉得有点单调。它的这个设计一个简单的。这样小饰扣很质感，然后再来就看到它这个小切角的设计，穿起来让你腿很修长。这方应该有人收到了才对啊。这个塞裤子也超好看的哦，我是觉得你们真的都可以来一双，因为这个是怎么样搭配都可以，搭短裙啊、牛仔长裤啊，或是皮长裤什么都可以穿搭。而且它的脚踝的地方呢，就是不会卡卡的，就是穿起来是舒适的那种。然后它的长度啊、高度、筒高都非常的到位，很刚好，也不会过高，所以穿上去呢是真的很有型。然后搭休闲类的也 OK， 整个质感很好，然后底是软的。好，所以有喜欢可以加，而且我们还有到40码，有到40号哦。好，所以如果你的脚是40号的，买不到鞋呢，这双也可以带它，它是好穿，而且方便穿脱，穿起来就这样子。比较秀气的感觉，绑带靴这一款是做比较秀气，不会觉得很笨重、头很大的感觉，所以穿上脚是舒适的。好，然后鞋跟的高度是你穿长久都没有问题的，就是出去玩上班穿都可以，因为它是穿久都不会累的那种。然后脚的脚感很好，脚感非常好，新疆还是有优惠的，有喜欢还没带的，赶快编号、颜色、尺寸加一哦。